只要我们懂得重复简单7次啊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呢，眼睛真正的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啊。那我们也透过呢今日所有的白净家人哦，那我们也新的。佛说眼明经7次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的明亮灵魂之窗啊，能够找到最好的一个固定啊，所以很多的运动固定疗法或者是激动疗法，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呢让这个肉体元气的时间更长啊，所以期盼我们学习怎么去读诵啊，读诵这个佛说眼明经。南无光明地藏王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光明地藏王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光明地藏王菩萨摩诃萨。那么清净光为如破之暗，如何在风佛普明照世界，夜明在手末等闲，拓展视野真知见，慧明智开无尽限，无尽无碍到永远，常常创生眼明经，一张一相情路，生生世世眼光明，佛说眼明经，两眼是金灯，设立金山塔，莲花满座下，千手千眼童子王，两眼依旧眼眼光，文殊菩萨取世子，普贤菩萨起上王，千手千眼观世音，两眼是金灯，佛座西方宇宙塔，如来会上一丈净，人里魔眼里魔，眼中一丈净香魔，人里魔眼里魔，眼中一物净香罗，人里明眼里明，眼中多点净光明，有人诵得眼明经，生生世世眼光明，恐见明王灵感应，光应菩萨保安。嗡悉殿都婆伽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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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罗那眼罗那，眼中恶邪净香魔，有人诵得眼明经，生生世世眼光明，每日清晨诵七遍，胜过万卷经，诸真菩萨摩诃萨。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唵诃大利耶娑婆诃。佛说眼明经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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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南无光明地藏王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光明地藏王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光明地藏王菩萨摩诃萨。方或入或尽，如果在风佛普明照世界，眼明在手末等闲。常常诵佛说眼明经啊，生生世世眼光明，也代表我们的这一份单纯的心啊，灵魂之窗。